哎，老婆啊，我到了，我在商场门口的长椅这等你啊。好好好，不着急啊。好，拜拜。手机，谁丢手机了？手机，这谁丢手机了？喂，你好，二驴子，我不是二驴子，我跟你说啊。他把这手机丢在这个商场门口这长椅上了，被我捡到了啊。哎，你要是认识他呀，麻烦你通知他，让他到这儿来取手机，我在这儿看着，好不好？行，不客气啊。不见不散。好，哎，再见。妈，二驴子这人也够二乎的，这么好一手机就搁这儿不要了，这喂，你到了吗？我到了，我到哪儿了？商场门口的长椅呀。啊，那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还真守时。啊？你最近还好吧？好。你工作忙不？不忙。最近天凉了，你得多穿点儿，不然回头感冒了，我该心疼了。你咋还寒暄上了呢？大妹子，我，是你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大妹子，那个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，咱们直奔主题啊。妈呀，这咋还来了个急脾气的？成，那我就不扯那些立根愣了，直奔主题。对呀，最好了。咱俩啥时候结婚呢？你想什么时候办酒席？办完酒席以后要不要孩子呀？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哎，等会儿，这怎么结婚生孩子办酒席都出来了？不是大妹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没认错。啊？就是你，你好好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我就是你那个最最最最喜欢的小嫩草，你就是我最最最最疼爱的小仙子。大妹子，你别老动手动脚的呀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没认错人，咱俩不是网友吗？虽然我也没见过你，你也没见过我。但是咱们俩都网恋半年了，不是你说该见见的，我这不才来了吗？大妹子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误会了啊！我等的不是你，我等的是二驴子。哎，哪个女网友的名能叫二驴子呀？什么女网友啊？这二驴子是男是女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小鲜肉，你说男女都不知道，你跟人见什么面？你跟人见什么？见什么？见什么呀？你这这么多人，你别老管我叫小鲜肉。我不是你的小鲜肉啊，你肯定是认错的。你不是我小鲜肉，你接我电话。不是我接你电话，刚才我问题就出在这电话上了。这个电话它不是我的，是我在那儿捡的。编，继续编，编，谁不知道啊？网络爱情见光死，你这是看我不够漂亮，你想反悔了是吧？不是大妹子，你这越说越不像话了，咱俩怎么还整出爱情来了呢？没爱情，那你跟我甜甜蜜蜜、亲亲我我、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的，没爱情。你没事给我发表情、要照片，还总光顾我朋友圈，没爱情。我知道了，你这是看我朋友圈的照片长得跟天仙似的，我本人跟个鬼似的，你反悔了啊？今天看我这个美瞳也摘了，浓妆也卸了，你假装认不出我来了是不是？我什么假装认不出来？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。你少废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生气，这种状况已经是第三次了，我必须得打破这种死循环。我告诉你，大龄剩女不好惹，惹了你就别想扯，我就好比一些狗皮膏药，你想撕下来
我扒你一层皮。大妹子，大妹子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有媳妇儿。有媳妇儿？有媳妇儿，你就再换一个呗。你说换一个就换一个呀、啊。那都不换，你就再多一个嘛。多一个？嗯。媳妇儿。嗯。俩。嗯。你有病？我没病，小先生。你别拉我，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拉我？谁呀、啊？就是我媳妇儿。你给我闭嘴！小丫头骗子，你什么情况？呀，大姐大妹子，你给评评理啊！那个，他是我的男网友，我是他的女网友，我们两个在一起都网恋半年了，今儿见面，嘿，他不承认了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淡定，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怎么回事儿？你赶紧去给我解释清楚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拿一手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好哥，你竟然敢背着我找女网友了？我还敢约在这儿见面？我问你，你俩啥时候联系上的？半年前。你瞎说。瞎说？没有半年也差不多了。对，半年前我正好出差，我再问你，你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八点。哎呀！啊，我说你昨晚跟厕所嘁嘁咕咕不出来呢，你啊！我那不是在家闹肚子呢吗？你那是闹心呢。现在就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你要他还是要我？对。不是他我你我你我你竟然犹豫。给你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、炒菜做饭、生儿育女的我，你停！媳妇儿，你只生儿没育女，不许虚报产量。媳妇儿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她不是我的女网友。那她是谁的女网友？她是二驴子的女网友。谁是二驴子？二驴子，我就是不。我哪知道谁是二驴子呀？这个二驴子呀！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媳妇儿，我在这长椅上等你，结果我捡了个手机，对方打过来说这手机是二驴子的，我在这等他，结果二驴子没等开，把他等来了，一见面就让你误会了。真的？我骗你？你看这是咱家手机吗？哎，你等会儿。你说这手机是二驴子的啊？二驴子把它丢了，就丢这儿了。你等二驴子来取，嗯，结果把我等来了。你终于明白了，谁信呐、哎？大妹子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这男人都俩手机，一个放家里，一个是外边的。有的男人呢，怕老婆知道外边那个小情人的号码，特意设置成10086。啊？还有这事儿呢？啊？我差点让你给我糊弄过去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对，必须解释清楚，咱俩什么关系？是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在这场感情纠葛当中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喂，呀，我这手机还真没丢。你到了。你谁呀？哎，我小嫩草，我是你的小鲜肉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恶心！这位是，哦，大舅哥吧？兄弟呀、啊！哎呦，大舅哥你好，你好！来了！哎呀，不是的，说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，小嫩草。谁是你的小嫩草？你呀，不是我约你在这见面的吗？你看看，你还把我手机给捡着，不是你是谁？你误会了，你约的不是我。还说不是，是谁在网上跟我甜甜蜜蜜、亲亲我我、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的呀？不是，真不是我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我是天天给谁
发表情，要照片，没屁生磕聊大天，还老光顾你的朋友圈了。真不是我呀，你快给我解释解释。解释啥呀？解释半天没人信。哦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见了真人，你想反悔了是吧？你来啊，我让你看看，这里有你给我发的照片。大舅哥，你也看看。谁你大舅哥？呀，这是谁呀？谁呀？啥眼神啊？是我。啊？拉倒吧。你这本人和照片的差距也忒大了吧？要相信 PS 的技术，图图秀秀用不好，凤凰都能变家条。图图秀秀技术强，土鸡也会变凤凰。哎呀，你就是二驴子吧？哦，我就是我。你把手机丢这长椅上了，是我给你捡到了。哎呦，太谢谢你了。以后要小心啊！哎，好嘞。还有这大妹子挺好，就是毛手毛脚，上来又搂又抱。我媳妇儿啊，这是场误会，你都弄明白了吧？老公，我错了。两口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走，我的小嫩草。哎，你叫我干嘛？没这事儿。原来你才是我的小鲜肉。原来你就是我的小嫩草。哎，小鲜肉啊，那个我本人跟照片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，你不介意吧？介意啊？不介意，没事儿。顶大天也就是方便面本身跟方便面广告的差距，可以接受。哎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哪有？